3月26日8时，中广万达广场2023里水马拉松将于花园路鸣枪起跑。比赛当天将有15000名来自全国各地的选手参加全程马拉松、半程马拉松、健康跑和欢乐跑组别的比赛。今天先带大家来探路里水马拉松赛道，自然赠予的漫野春色，翘首期盼着您的到来。这是不可辜负的浪漫春光，将一路给您带来春日的惊喜。离开起点，选手们沿花园路跑约2公里，左转拐入优山路，随后右拐沿雨雷路进入大油街。如果你是参加全程组的选手，在大油街上跑1公里左右，就要进入南明湖绿道。如果你是家庭跑的选手，将在大油街上转至古城路，终点就在眼前。半程组和健康跑的选手将沿着大油街继续前进，在大约6.5公里的位置分开。健康跑的选手将左转从怡园路转至东港路，并从8公里左右折返，接着返回怡园路进入绿道左转。健康跑的终点就位于水上运动中心。半程组的选手将右转进入南明湖绿道，在8.5公里的位置与全程组并线，从这里开始沿着南明湖畔奔跑，一路都是绝美的湖光山色。春日时分，最热闹的繁花盛景将一路引领你穿越丽水最美的绿道。不仅如此，还将路过紫金大桥、英兴楼、南明门等丽水标志性建筑。结束南明湖绿道赛段，选手们将拐入大油街，然后从小水门大桥绕至瓯江绿道。此时你可以看到右手边的冒险岛水世界。沿着瓯江绿道一路前进，半程组选手转入桃山大桥，接着转入桃碧线，然后进入溧阳街跑约3公里，拐入花园路。选手们可以尽情奔跑，因为终点就在前方。全程组选手将继续前进，在13公里处进入小白岩绿道。小白岩湿地绿道树木交错，绿草如茵，是城区里少有的原生湿地林。整个绿道穿插在苍翠茂密的树林中，原始的树木与湿地在光的沐浴下进行了光合作用，源源不断地为这片绿道输送着新鲜氧气。在清风徐徐中感受空气中的暗香浮动，疲惫也随之消散殆尽，置身其中还有满满的负氧离子味道。经过几十公里的充分热身，此时正是身体舒展、体能充沛的时候，跑起来丝毫感觉不到疲惫。选手们继续沿绿道前进，经过17公里，选手们进入被称为诗人的栖息地的四都绿道。繁花满树，绿道成诗，远处的山水交融一体，满眼尽是生机盎然。绚丽多姿的山水画，一步一景，为奔跑增添无穷的乐趣。选手们继续前进，在22公里处进入石牛大桥，跑约1公里后转入桃碧线，直到26公里处左转进入 S222 省道，沿 S222 省道约3公里后右转进入苏布绿道。绿道从苏布村中经过，一边是民居宛然的农家风光，一边紧挨着瓯江，视野开阔明亮。跑至32公里左右，这里是欣赏对岸瓯江之畔一吻千年景点的最佳视角。离开苏布绿道，选手们进入莲武路，然后拐入连城路，接着转进城北街，经过约1.2公里的公路后转入路湾绿道，再进入溧阳街。接下来是距离终点前的最后2.5公里赛段。恭喜你，终点就在眼前。激动人心的同时，也要注意最后0.5公里处的拐弯点，关注自己的心率和身体变化，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适当提速，以最帅的姿态冲过终点线。春风百里，里水有你，期待和你在秀山里水开启属于你的跑马之旅。